这是我今天刷到的第一个极品，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极品冰圣遗物了哈，看一下能强化到什么去吗？刷了一阵子就一个好的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？就你一个，你再敢说防御率，你再来防御你完了，你拼了。下面都不歪，好吧，冲个六四八，这波交易可不可以？好吧，我去抽一个武器出来，听到了吗，米哈游？两个六四八，好吧，两个六四八。刚才我说少了，接下来三次不歪，全都暴击爆伤，两个六四八，两个六四八，说到做到。这波交易不亏的呀，还有你血赚呢。20%爆仓，20%爆仓，好吧，前面当我没看到啊，我去当我不知道，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20%爆仓，无事，我咱们相安无事。你不给我，我就发视频表你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看我发不发就完了。